何先生家吗？对啊，你们是？福冈请的。贝贝，忘了告诉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真的？谢谢你，泽文。哎呀，哎，宝贝，咱对你不错吗？哎，你俩看什么呢？看电影呢？赶紧去。那走啊。是你为我选的。 哲文跟方薇每天卿卿我我的，真是让人羡慕。我乔小鱼什么时候？就你做你的白日梦吧。哎，哥，哎，叫我怎么了？你瞧我这一表人才的样子。哎，那上车吧，妹子。我想自己走走，你别管我了。哎，哎，阿斌。啊。 照顾好车啊！哎，那可是泽文送给咱们的。哎，哎，妹子，谁又招你了？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我一定得跟着，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有心事。哎，你说你是不是喜欢上泽文了？这喜欢就喜欢了吗？我就是喜欢他。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泽文了？我的天啊，疯了！你一定是疯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肯定是疯了。哼，瞧把你吓那样，你以为我傻呀？我看不出来泽文跟方薇感情好。看出来就好。 看出来就好。秋生，那魏生呢？妈，您就用不着担心我们这儿了。您现在怎么样？我很好，你不用为我担心。
秋生啊，你刚才说你弟弟在公司里当副总经理，那你不跟他说说，让他给你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嗨，我现在我除了颠勺子别的吧还暂时不行，怎么办？就这么着吧。我明白，我明白，你是不愿意给你弟弟添麻烦。秋生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哥哥，凡事啊多体谅你弟弟啊。好，您放心，我都明白啊。好了，卫生回来老先挂了啊。哎，回来了，饿不饿？我给你做点吃的。我不饿。那什么，卫生，尝点吃吧。来，放着。哎，行，好。还有事吗？啊，没有。你先忙了。喂，你好。什么？您？泽文，我爸突然到秦岛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刚到，现在住在青岛大酒店。我爸想马上见到咱们俩。这我不行，我正在办一件非常重要的。这样吧，你先去见你爸，我这边一完事儿马上就赶过去。你可得早点过来呀。爸爸，我是薇薇。爸，您怎么来了？爸爸这次专程到秦岛来就是为了找你，咱们一起回北京。爸爸，我问你，这次一度假你把什么都不要了吗？你这个老爸你可以不要，但是你的学业前途也不要了吗？唉，你现在正是奋斗进取的大好时光，怎么就这样草草地放弃了？责任心啊。爸爸，您听我说嘛，本来我和泽文是打算一办完事情就回北京的，可泽文现在和白氏集团签了3年的合同，不能回去了，所以我……所以你也就不回去了是吗？薇薇啊，也真打算放弃自己的学业，永远做别人的附庸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做有抱负、有理想、有志向的有志青年嘛。咱们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的作风不能改，永远不能改。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啊，有很多东西需要你们自己去努力寻找争取。爸，我和泽文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追求。
泽文现在所在的单位是当地一家非常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他们非常器重他，而且待遇也非常好。待遇？什么待遇啊？钱？就为了几个钱？我原以为泽文是个有抱负、有理想、有气节、有远大目标的青年，现在看来也未必然。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现在在开会，开完会就过来见你。何总，不瞒您说，要不是我们现在资金很困难，这个项目我们无论如何不会转让的。你们的样品呢？前两天我们已经接到省医药保健品管理局的通知，这个批号很快能下来。三年了，我从研发到报批再到临床实验，可以说是历经千难呐。既然这个项目前景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还转让呢？不怕能见效。前两年我们药厂效益一直不好，几乎濒临倒闭。今年我们省又遭了灾，财政十分困难，实在拿不出足够资金继续开发这个项目了。现在就是拿到批号，我们也没能力市场运作了。经我们省有关领导同意，这才决定忍痛割爱，把这个项目转让出去。何总，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因为这个产品是纯制药制品，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是我们省的特产，我们希望将来考虑由我们供应所有的原材料。何总，你看呢？这个要求我们当然会考虑。谢谢何总。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房子。这一间呢，就是我的卧室。外面这间就是泽文的卧室和书房。哎，你看，爸爸，你看这架钢琴漂亮吧？这是泽文卖了他的软件给我买的。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不是特别的富裕，但是挺好的。这就是你们的一切？你就准备这样生活下去吗？薇薇啊，你还没有毕业就准备把自己关在这个小笼子里，成天无所事事的做闺房小姐生活呀？你的事业呢？你的音乐呢？唉，喂喂喂啊，真替你难过，你让爸爸失望啊。爸，爸爸，您先坐下吧。爸，我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我更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可我需要生活给我源泉，给我灵感。爸，我在这儿还做了一首曲，我放给你听。
是薇薇。请问方先生是什么时候退的房？大概是一个小时以前。请问您是方小姐吗？对，我叫方薇。方小姐，这是方先生临走时留下让我们转交给您的。薇薇，爸爸的好女儿，请原谅爸爸不辞而别。这次来青岛之前，爸爸的心情很矛盾。作为父亲，我对女儿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的生活道路，除了人之常情的担忧，更多的还是一种美好的期盼和祝福。薇薇啊，尽管在爸爸的眼里，你还是一个充满着稚气和天真的小姑娘，但现实的一切却告诉我，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你的作品爸爸反复听过了，真好，我很感动。它使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和你母亲的年轻时代，也让我理解了你对泽文的真挚深厚的情感。也许将来有一天，爸爸在见到你母亲的时候，我可以欣慰地告诉他，我们的薇薇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请代我向泽文问好。好了，就写到这儿了，别忘了常给家里边打电话，爸爸可是个不愿意孤独的人呐。祝平安顺利。刚才我已经把公司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下面请你们几位为公司下一步的计划发表一下你们各自的见解。我认为现在股票软件已经占领了市场的主要份额，如今股票行业正火，我们应该乘胜追击，尽快推出我们的第三代股票软件，这样我们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魏晨啊，这个项目的市场运作一直是以你为主的，你以为如何？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软件市场虽说还有潜力，但我们所面临的激烈竞争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它的市场潜力所留给我们的利益价值。也就是说，再这么做下去只能是事倍功半的结果。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是放弃的时候。我不同意。你什么意思？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搞软件，你说不做就不做了，我看你脑子里进水了吧。富贵，咱们这是在开会，不是在大街上斗嘴。伟生，你接着说。青岛是一个充满商机和活力的城市，尤其是最近一两年，青岛与外界的经济、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等交流的规模和范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扩大。但目前青岛与外界的往来仍然是以海陆运输为主，这样下去势必会影响青岛未来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兴建跨海大桥，以12年为经营周期，期满后把大桥无偿的捐献给国家。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学雷锋。我们花那么多钱修个大桥，然后再送给政府，我看你脑子有病吧。根据初步测算，大桥通车后最多3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我们最起码有9年的经营时间，其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魏征搞的方案很有气魄，也很有创意。怎么样，泽文，谈谈你的意见吧。我完全同意黄总放弃股票软件的意见。我这里呢也有一个项目，这是山西一家制药厂最新开发研制的天然保健品血清素，它对肿瘤疾病，特别是血液中的恶性肿瘤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保健品无疑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流之一，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是大有可为的。好，很好。魏生和泽文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是都是精彩绝伦的大手笔，我会好好考虑你们俩的计划的。黄总，我还是没想明白，放着现成的股票软件你不做，偏偏要修什么大桥？你是不是觉得股票软件始终是人何泽文的强项？你有点心虚了吧？像在白石烫婚似的，没那么容易。富贵，有事儿吗？我找我叔有事儿。你叔出去了，有事儿晚上回家再说吧。怎么啦？不信你婶啊？按你说的把他挡回去了。不错，都不错，可这鱼翅和熊掌我岂能共得？喂，我是白永满。董事长，医药管理局的陈主任来电话找您。好，接过来吧。好的。白董事长吗？是我，陈主任，你好，怎么样？我请你帮我打听的事儿，有消息了吗？鹏哥，这收桥的主意太绝了！哎，这跟留下买了钱没什么区别，100%赚钱。不是吧，这跟抢钱都没区别了，这。哎，你说这么好的主意，人家卫生哥咋想的？哎，就是，卫生吧，只不过是修了一座桥而已。啊，哎，如果按泽文说的那样，能做一个全国都能卖的保健品。你想那得多赚钱啊，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一人就买一盒，那就是10亿盒呀、啊、每盒不说多了就赚10块钱，你们算算，100亿啊。哎，事情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修桥也好，开发保健品也好，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事儿，我们都应该去做。听听，你们都听听，咱们泽文什么思想境界啊，国家民族那才是第一位的。那除了这个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以外，那剩下的就是数赚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两手都得硬啊，啊，是吧？是吧？你发着烧，怎么还上班？敢请假扣工资。哎。赶紧吃了，别让！今天客人这么多，你还坐在这干什么？快帮忙去！是是是，吃上来。
先生，您点了一个字，搞什么名堂你？老板，老板，过来！你看，怎么办？怎么办？你怎么搞的嘛你？老板，对不起，我给你擦。你擦了半天有个屁用你啊！滚滚滚！在你们公司找一差事，干什么都行。这不行啊，不行。您好，请问这是在招聘吗？是钢琴教师吗？对，里面请。谢谢。科班出身，方老师请坐。谢谢。方老师，你来的真巧，我们勤劳的一位老师刚刚辞职出国了，现在他的课刚好停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没问题。啊，那个，我看见你们门口有个招聘启事，我想问问。月工资是300，试用期是一个月。啊，老板，那能不能再涨一点？350块。我们中午还管一顿饭呢。啊，对对对对，那要是试用期过了，可以再涨一点吗？先生，在我们秦岛，这个价位是很高的了。我这意思吧，就是。求生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方辉妹妹。小天哥，你看，这就是我和泽文的家。你随便参观参观吧。哎，哎，我给你倒杯水。好好好。哎呀，真是不错。小天哥，来喝水。哎，好好，谢谢。请坐。哎。最近您和卫生过得还不错吧？啊，是，哼，主要是卫生，全靠他了，我整个是一五保户。哎，那为什么您不让卫生在白市给您找个工作呢？啊？嗨，我这个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肚子里装的都是油，你们那都是墨水，我这就叫胸无墨水。那叫胸无点墨。对，反正那都是说我的。可是白氏不一定都用大学生啊，我觉得肯定有适合你的工作。哎，不然回头我跟泽文说说吧。别，千万别跟泽文添麻烦了。这个我这事儿吧，其实那个，你看，虽说我是卫生他哥，可是他这哥呢有点寒碜，要真说去了公司，让他们同事一看卫生还有这么一哥，多丢份儿啊。算了，我觉得还是别跟泽文说了。秋生哥，
明天你就到我那儿上班。哎，泽文，回来了。来，坐。哎，好。我说，还是算了吧。那个卫生那边，甭管他，这事和他没关系。不是，我是觉着我是什么都不会。不会就学嘛，人一生下来除了吃都是学来的。我现在是白氏集团主管项目的副总经理，你就到我那个部门来上班吧。求生哥，泽文不都说了吗，这个跟卫生没有关系，而且我觉得怎么都比你在外面干清洁工强吧。那是，不过还是回去跟卫生商量商量吧。我那个去找工作的时候吧，碰见方威了。后来方威呢，带我去他跟那个泽文的家。那泽文知道我失业了呢，就说要在白氏集团帮我找一工作。我说这事儿回来吧，得跟你商量商量。你要是觉得自个儿能胜任的话，你就听泽文的安排吧。不是那什么，我是说，那我要去的话，那不咱俩就在一家公司了吗？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就不去了呗。不，我相信泽文会照顾好你的。好吧，就这样吧，我还有工作呢。哎，好。你们几个以后要照顾求生哥，他刚来呢，对这儿还不熟，要让他尽快的适应这儿的环境，明白吗？哎，放心吧，泽文，不就是收一徒弟吗？求生哥，以后你就听我的，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哎，是错，我呀，还真的什么都不懂，以后哥几个多多指教。哎呀，求生哥，你就别那么客气了，那我们几个不也什么都不懂吗？那学呗。对对，没什么懂不懂的，文哥怎么说咱怎么做。哎，对对对对，听他的。来，小荣哥，我给你介绍其他同事。哎，各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同事黄求生先生，他也是我们公司。何总啊，那个我是新来的，叫黄求生，今后请大家多多关照。泽文，啊不，何总，啊不，那个，泽文，我说算了，咱们还是继续参观吧。哎，泽文，哎，黄医生，你太过分了。刚才我在给大家介绍求生哥的时候，他极力不让我说出你和他的关系，就是怕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你呢，你这个当弟弟的，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你要我怎么样？是不是要我出个通告通知所有的人，黄秋生就是我黄玉生的哥哥，今后请大家多加关照。哎，泽文，泽文，那个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愿意看见你们俩这么没完没了的掐下去，特别是因为我，要不这样的我走吧，我真的不愿意看见你，因为我再闹下去。秋生哥，你不用走，我们的事儿你别担心，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嗯，好，走，我带你去办公室。哎哎，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我考虑的结果，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采用卫生提出的建交方案。不过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资金。如果我们把全部的财力都抽出来兴建跨海大桥，这不是上策，也不现实。所以我经过再三思考，希望再找一至两家有实力的财团和我们一道搞这个项目，这样这个项目就万无一失了。我想好了一个最理想的合作伙伴。唐王权先生，我找过他，但没找到。哼，估计他下面的人已经把风吹给他了。魏生啊，我希望你能尽快直接跟权先生取得联系。好吧，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就这样，你下去吧。我跟泽文再聊一会儿。是，董事长。泽文，你说说吧。说什么？我的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啊？你就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客观的讲，修建跨海大桥同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抉择。好，很好。不过我还要告诉你，桥要建，保健品也得搞。我已经调查过了，目前血清素尚处在临床实验阶段，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有最终的结果。我之所以提出来与唐王合作建桥，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保健品预留资金，你看怎么样？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好，从现在开始，卫生负责大桥项目，你就全力以赴负责保健品上市前的准备工作，一旦批文下来立即全面启动。放心吧，董事长。想不到我叔叔真要修那个破大桥。你说这他妈算怎么回事？说的是啊，
咱们的软件卖得好好的，怎么说扔就扔了呢？我看我叔叔他是老糊涂了。白总，既然董事长已经决定了，那您也只好顺着他。不过在剑桥这个项目上，咱们一定要争取主动啊。黄卫生到现在只不过是白氏集团的第三把交椅，可万万不能让他再往上窜了。喂，我是张成，通知沙鹰老板。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白银满决定放弃软件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投资修建跨海大桥。软件市场现在是狼多肉少，就剩几块烂骨头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白英满这个老东西会溜得这么快。据张成讲，这都是他现在身边的两个家伙出的主意。是啊，自从白英满身边有了那两个家伙以后，他的确是厉害多了。那我们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你现在就跟日本的三井集团打电话，就说我们有一笔大买卖要跟他合作。好的。黄总，全先生那边还是联络不上，对方不是说正在开会就是不在公司，我们也已经留过言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回复。黄总，您看明天与市长的约会要不要改期？不能改。